我们第二组要有请的是杨迪、张晚意、郑云龙。坐右边，最远坐这儿。让他坐中间，你坐最远，我坐这儿。那第一个起去的，你先等他，我让你。云龙、晚意，你们在聊什么？我们在想回来。我离你们很远，看到你们俩在聊天，我好慌，好像在开会一样。待会儿你把他摁住，我瞪他后面。好久没见了，我们聊唠唠家常。云龙，我待会儿就坐第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因为我这儿回来好远啊。好。哎，那他在二楼，他们在二楼，那个迪哥不公平哎。没事，我可以申请，就是跟迪哥暂时换一下位置吗？我坐到二楼去，让迪哥来坐。等于都让大家到第一排嘛。好，来，我就第一个哈，说好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，走，我待会儿就坐第一个位置，好不好？好，我真的，走，我真的不值得信任。请看第一题，请猜出图片中的两人分别是谁。战斗！我想战斗！战斗！我不战斗！不战斗！我不战斗！不战斗！我不战斗！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还有一个，跑了吧，跑了吧。好。还有一个，迪哥快回来，迪哥你没有尾巴了，回来回来回来。快来答题了，答题了，别做了，你们也太寸了。好，看一下答案，第一个是丁晨鑫，第二个是周深。哦，深深和弟弟。哎，我尾巴没粘啊。这个麦克风掉了。他们俩根本不想答题，一来就战斗。好，来，请看第二题，请根据唇形猜出图片中的两人分别是谁。哦，我知道第二个是谁。来，迪哥，一是王鹤棣，二是谭健次。第一个错了，回答错误，请继续抢答。谁呀？战斗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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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迪哥快跑！非凡医者的团魂在燃烧。不算啊，我回来了。答题了，答题了，回来，答题了，答题了。哇，他们两个有组织有纪律的。二号都跟你们说了，你们玩一下一号嘛，猜一下嘛，没意思玩这个。他们很聪明，他这样。他们整个团队花的时间就少。好，我们公布答案，公布答案。第一个是白宇，第二个是谭健次。白宇，白宇，玩一下，玩一下，啊，这把玩一下，玩一下啊，来，台词填空。请抢答，来，文一哥，战斗。等等，哎，这个什么非凡医师啊！我还在看题。快坐回去，没有题了，三道题结束了。没题了。Cool。 迪哥快回来坐，快回去。刚才要你吊主，刚才要你吊主，你不吊。对啊，我们对何老师多好啊。没想到，太夸张了。好，我们揭晓一下答案。青海这么多年，我花了这么多钱养肥了这么多人，不就留着今天用的吗？
我感觉这部剧像他俩演的，真的。每一道题题都还没看清楚，战斗，直接就往你那边狂飙过去了就。好的，本轮郑云龙和张晚意是平分，所以你们自己决定这五分钟要怎么来分配。你需要时间吗？不不不，一人两分半，好。好，第三轮要有请的是秦霄贤、孟子义、李雪琴和张晨霄。哇，好看了。哇，四个人好紧张啊。三、二、一，请起立。好。嘿，哇，他好缓哦。第一题，请看大屏幕，请仔细看图片，五秒钟。请问老秦和弟弟背后的玩偶分别是什么？哇，请抢答。雪琴姐，战斗吧，还是战斗吧？战斗。雪琴姐不是那种人。哎，我要不答呢能答？不，有五秒钟，五秒钟。五、哦、战斗啊。四。那战斗吧，那战斗吧。啊，好，战斗出发。那战斗吧。啊，好，战斗出发。战斗出发。不是，快坐回去啊，你还跪着干啥呀？你啥时候被拉的呀？不知道啊，他就往前走了一步，尾巴就没了。战斗出发。哎，别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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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哎呀，快夺回来，子毅！雪琴姐记两分，张晨霄记两分。我们还要再要继续，要继续，要继续。你这搞得我不好意思了。哎呀，这什么极限拉扯？不是，你们这个尾巴贴的有点太紧了，有点。好 ，OK， 快坐回来，快坐回来，快坐回来。老秦，你得战斗一开始你要直接把身转过来呀、啊，你怎么直接往前走呢？好，我们公布答案，公布答案。答案是独角兽和小熊。啊，独角兽。小熊。好，来，请看下一题，请仔细观察图片五秒钟。往后看啊，别看前面的，看那些虚的部分。请问马冬梅身后右侧的同学说的是什么发型？马冬梅，他身后有同学吗？马冬梅身后边。来，张晨霄，马尾，马尾差一点。双马尾。双马尾，请验证。回答正确。哇！啊！哦！啊！五分。哇！